当年我是选美入行，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花瓶。我要多谢 TVB 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栽培，给这么多机会我去演不同的角色。无论是残鸡英或者是女强人，观众都一样喜欢。今晚我会接受挑战去演一个歌手，希望你们都会喜欢。看更多 TVB 精彩节目，欢迎询问各电视平台订购优惠 1877-893-8888。